个螺丝，换一头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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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好，现在用的这个是2500瓦的这个储能式螺柱焊啊，然后装到这个镀锌管上面，螺柱是 M5 的，压平压平，好，看。这个确实有点响，来砸一下看看。强度是非常高的，而且这个下面是镀锌，所以说一般用的电流会比较大，因为保证要把这个锌层要击破，然后要种到下面铁上面去，那样才有强度。